爸爸要吧。嗯，你见过老韩了？是啊。啊，我替他的行为跟你道歉。这一切都是他的恶作剧。你的意思是直播间后台的？嗯，对，从头到尾全都是他。他以我的名字注册账号跟你私联。 又以我的名义送你礼物，假装我约你出来。如果不是那天你刚好把房号塞给我，如果不是刚好没有垃圾桶，我只能带回办公室扔掉。如果不是刚好，我朋友看到，那这一切的误会都不会产生了。撇开他不谈，那你呢？我。 你对我，只没有一点点好感。